劳任怨，勤勤恳恳。六号院，六号院，赶紧来吃早饭啦 ！Morning， 我就这样过来了，我刚洗。我帮你拿碗，拿一个碗，然后我给你拿，把碗都洗干净了。而且在屋里各项活动中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。子毅，我帮你拍两张。好啊。耶、yeah, ，特别棒。我不太会拍照，我也不爱。不是我教你，你就站在这儿。站在这儿。对。但是要一定要双脚并拢。好，没问题。站哪儿？就面无表情，就站在中间。好，你可以这样跪着在那儿。我跪着够呛吧？我这肢体不那么协调。没事，就这样就好，这样看着。这样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好累呀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老扎腿了。月给我拿我记录一下。他指哪儿打哪儿，埋头苦干，吃的比鸡少，干的比牛多。芒姐，这个要洗吗？要。再加点什么菜？蘑菇。哎，漏了，我帮你拿一个来。他就是桃花坞第一大善人，彭楚月。月，来了。